随着封区封城的风声再次传出，不少人开始担心万一扩大封区甚至要封城，生活物资特别是粮食恐怕要提早储备了。有台湾营养师就大方分享了以下这十种常见易于储存而且又健康的食物，大家不妨参考一下。吞拿鱼罐头，对比起其他罐头，吞拿鱼罐头的加工程度比较低，选择水浸而非油浸的热量还会更加低。干货冬菇，干货冬菇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放雪柜，而且冬菇的热量低，又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干货木耳，干货木耳有优异的维生素 B2、钙质和铁质。蒟蒻面，一般即食面的营养成分低，选择蒟蒻面就可以避免摄取过多的热量和碳水化合物了。零食方面可以选择果仁、蒟蒻和紫菜，尤其是蒟蒻和紫菜啊，它们的热量低，是不错的零食选择来的。菜方面可以选择椰菜花、西兰花和毛豆，而肉类就可以选择猪肉和鸡肉。另外可以考虑吃一些维他命 D、益生菌和乳铁蛋白作为补充。